把此印交给即将到任的县城。少主公，这即将到任的县城是城池湘军的三弟程直。听闻此次随行的女眷，还有程家四娘子。你说随行的人还有谁？程家四娘子、程少商、程直一行人早已出发，按说他们昨日便该到了。反常谋逆，周围难免还有通道。少主公，属下担心。 会不会遇到少主？带一队人马随我沿路查探，欲匪剿匪，欲敌杀敌，快！少主公不是受伤了吗？这是又要去哪儿？欲匪快救人！会饶你偿命！有事。是。 少主公一天一夜未曾休整，为了救你们，连伤口都未及处理。阿飞，不得无礼。凌将军，你自行折断剑尾，如今箭头只露出肌肤不足半寸，想要拔出箭头，无处着力，怕是只能切开伤口。那便切。可小的不懂缝合之术，如若强行割开，只怕将军会血流不止，小的只是粗通医术，实在是无法医治将军的伤口。 这绳子可还牢固？这不是普通的绳子，这是少商弦。我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劳烦程娘子了。
好。这少伤心，可是陈娘子心上人所送，算是喜欢的人吧。你说，我让你去搬救兵，为何这么久？我说，你别生气，